你们心中的胡军也许是这样的。军哥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要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科学家，用一根笔做就够了。经常不对考验别人的快乐，他就不该他了吧。我是军人，诸位也是军人，酒已经喝完了，谁想动手就来吧。其实他只是个呆萌的记名费。湖南台那个主持叫什么家，反正是个家子吧。杨洋是游泳那个吗？游泳那个是哦，孙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一直试图篡改规则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只要能拍翻过来一个就算。那不行，胡军哥，你不能每一句都在改变规则。这个节目就是为了犯规，就是为了犯规。整个的过程是军哥说规则，军哥玩，军哥赢了。但你胡老师依旧是当年的那个直男。啊，有问题，军哥有问题。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没有发现我今天其实。跟上次不一样吗？怎么了？把鼻子垫了？我受伤也没事。你换左手。不，这换左手它不好使。就是我怕你手疼。没事，拍出血来都没事。拍出血来都没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康康铁汉的反差萌。嘿，那么多球打不住，太不容易了，丢人呐。我们看一下鱼吧。喂喂喂，听到收到。